再玩一把。老炮好像没必要。你们，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我不想下手太狠。我是一个硬基础艺术家，没有骗你吧？他们双龙族可能会来吧。Nice， 小白要跳了吗？跳，马上就走了。王死得快，死得很。Enemy slain。闪现有点浪费了，说实话。我们单一杀。我从 Enemy slain。厉害。你不敢还击。对面这把肉不多，我们出三下。一般肉多的话，我会出那个神鞭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走得太慢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三波也正好三下了，应该。敌人消失。我是一个用剑的艺术家，没有骗你吧？好像出不起。马上就好。没人头啊，两个助攻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。刮的挺慢的，惩戒还不能交，交了等一下没射击。我没有分手。三下，还可以。出门直接去峡谷先锋。精准而优雅。敌人消失。先打先锋，先往中路走吧。下路已经死了，小龙肯定是没了的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还是奉献。能不能单杀一波？先锋来上路上吧，下路吃的可以拿火。哎，拿火了，等你打完了，我先不回复他。我没有对手。敌方已击败亚龙。再让我去放下，可以死。马上就好。Earth turret destroyed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我操！这没打掉，干嘛在这？我是一个用剑的艺术家，没有骗你。Allies， 马上就好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又死！丢！哇！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的妈！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啊！防御塔肚层即将脱落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太蠢了。An enemy shot
塔啊，反正我是没法跑。零杠啊，对，被动，没法跑了。人的金鸡，我方下路防御塔都比对面好，这个辅助。但是这个皇子老子有问题。Enemy killing spree，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啊，不喝血，不打，人太多了。我从不退缩。这皇子真的是脑子有问题，有大病。瞎大，我们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Enemy turret destroyed。回一下。集合进攻峡谷先锋。开个扫描，我们抽个十五吧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先把先锋拿了。Enemy turret destroyed。我方下路防御塔，有手法，肯定有手法。Turret lost。我方已击败峡谷先锋，我在路上，发起攻击，请求支援。这么硬啊，护甲鞋加黑切的，他把我锁住了，反打了，这个危险，拿掉了吗？拿掉可以耐死，刚好十五。我方已击败亚龙。出一个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想一想，破盾者要不要出呢？出个巨神之牙，还是出大破甲？出个破甲，请求集合。出那个有暴击的破甲。兄弟们，这个英雄出了塞尔达的怨恨，右边的一下可以减速吗？集合，塞尔达的怨恨 Q 别人一下可以减速吗？他们不敢还击。能不能减速？从不退缩。像是挑战吗？彼此喽。远离敌方，退。
反应慢了，我 W 反应就伤害了，你运一下就可以。可以，好刷。肯定可以啊，那我做赛勒打的怨恨不挺好的吗？那我得我出个破甲，其实我现在需要一个破甲，破甲装。赛勒的答案还是这个，波米尼克里姆。我先出个赛勒的答案吧。我从不退缩。精准而优雅。再出个复活甲就行了呀。可以，可以减速啊，丢一下可以减速。发起攻击，注意危险，没有骗你吧？我在路上。又他妈拖我 ！KD 死了，不好打喽。Shut down。破盾，现在破盾收益不高了。我先不动。请求集合。哎，连住了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。我在路上攻纳什男爵。打男爵喽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集合进攻纳什男爵。拿下，狠狠拿下！黑马，我帮你击败纳什男爵。黑马哥啊！再出个巨石钻，请求集合。2800块钱正好身上，复活甲就不出了。算了，浪一，我要抽拉沃利逊刃。我直接拉我的信任，发起攻击。鞋子还差一个升级。刺得快，刺得狠。我帮你击败亚龙。飞走了，哦，又被晕住了。人头。人头木了。来吧。挡不住他的技能，我就怪。挡不住他的技能，一次都没挡过。Victory。是的，超出题目的时候，他们确实输了。哎，感觉这个版。